年秋，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省胶东地区纠集了5000-6000日伪军，向我崖山抗日根据地展开了疯狂扫荡。八路军和埋伏在祁阳城内的地下党组织与敌军斗智斗勇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。哎，一会儿咱那土方子的药引子好不好使，可全看你的了。连长，你就瞧好吧，老战我保管那土方子，药到病除。排长，连长这主意真灵验，真能打败鬼子。放心吧，连长出的点子哪一次不灵验？你小子就等着打扫战场时捡家伙吧。注意，告诉同志们准备战斗。是。队长，这走那么快干嘛呀？是啊，队长，这赶命呢，我这一身汗啊。那就对了，你们卖不卖力气，黄金可是一清二楚。赶紧的。老张，啊，你看见没有？那个戴白手套的，那就是秋山。秋山旅当时是军中的王牌，是块难啃的骨头。每次对他们根据地的扫荡，他们都是急先锋。连长，你就放心吧，再难看的骨头，咱们这次给他捏碎了。我负责把敌人引上山，你负责把咱们的礼物送给敌人。有奖赏吗？打好了再说，快去准备。明白。日的，这小鬼子便宜他们了。
连长，哎，同志们，这场仗我们打得非常漂亮，我们胜利了！啊，胜利了！八嘎群众，八嘎亚路，八路实在是太狡猾了，就这么个土办法，就把我们搞得狼狈不堪，抢走了我那么多的军火。对不起将军，卑职辜负了将军的希望。大山战役失败，打乱了皇军全部的扫荡计划，让我们大日本帝国蒙羞。将军，卑职不甘心。卑职要戴罪立功，请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一定要把那些土八路消灭干净。哼，让人家打得屁滚尿流还不服气。这次的扫荡计划非常的严密，如何就中了八路的埋伏了呢？小野太君，凭我的直觉，我们中间出了奸细。嗯，有证据吗？明摆着八路是知道我们扫荡的准确时间和准确路线，才在崖山设伏的。进去吧。啊，谢谢太君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别动！秋生太君，有事儿啊？带走！快杀！杀！说！怎么杀？快杀！说！我看你的嘴还能硬多久？说不说？你还有什么同党？该死！住手！你没有研究过中国的孙子兵法，不懂得中国的人心之术。人不畏死，奈何以死居之？匹夫之勇，只可灭其身，不可夺其志。到头来，终究是个失败者，却成全了他在世界的美名。嗨，胡先生，你很勇敢，我很喜欢跟勇敢的人打交道。明天这个时候我们再见，我相信到时候我会得到我想知道的一切。快走，快点！这是哪儿啊？这是？快走！你们带我去哪儿啊？干什么呀？你们！快点，快点！爹，爹！儿子的爹！爹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快走！走啊！夫妻恩爱，父子情深。好，小朋友，过来。孩子，干什么？孩子，干什么？不要害怕，孩子，这是糖果，很甜的，想不想吃啊？你儿子很像你，很聪明，能够从皇军伙食的增添量上判断出我们的军事行动，把精准的情报送给了八路，支持我们扫荡计划一再遭受挫败。你很了不起，一般人绝对想不到你能是奸细。你把他们放了，有什么事你冲我来。多可爱的孩子啊，他能不能活下去，能不能长大成人，小命就掌握在你的手里了。我的孩子啊！什么？
你冲我来，你把他们放了跟他们没关系。当初你给了他生命，现在你却要无情地把他夺回去，为了你的信仰吗？你太自私了，你根本就不配做一个父亲。你放了他们。小爷，小爷，我杀了你，杀了他们。不，吴先生，如果你再不配合，我就把你的儿子扔进这火盆里，到时候你想开口都来不及了。儿子，你怎么样？儿子，我们把人马埋伏在这里。裘山君，按照你的意愿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你的连队打头阵，一雪前耻。是，将军。立刻把消息散布出去，从烟台起运的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将转到祁阳，通知八路前去埋伏。我要打一场漂亮的伏击战。鬼子凌天有四成军火要送到祁阳城，时间地点我已经打听好了，赶紧把这个消息送到山里边，只要这个军火一接，鬼子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。这真是个好消息啊，山里的同志正缺弹药，让咱们想办法，鬼子就给咱们送过来了，真是一场及时雨啊。来，您拿好了。哎，放心吧。报告，都准备好了。好啊，这回啊，这个真是想啥来啥啊，真是瞌睡碰见枕头了。同志们，这回啊不要省子弹，有多少打多少，等咱们把这四辆军车给他狗日的劫了，咱要啥有啥啊。是潜伏在祁阳城的同志真厉害，前几天和他们说缺少弹药，让他们想办法，没两天这情报就送过来了。有机会去祁阳城啊，非得请他们喝顿酒不可。那是那是，团长，鬼子军车到了，跟情报上说的一样，四辆军车，一辆三轮小分斗，都用篷布盖得严严实实，每辆军车都有四个小鬼子压着。团长，时间、地点、路线都是对的。同志到，你们四连是尖刀连，就看你们的了。请团长放心，老天爷他不会对不住我老刘的。子弹也不长眼睛啊，传令下去，在鬼子进入埋伏圈以前，谁也不许开枪，不准出动静，谁要是咋咋呼呼惊了鬼子，我回头啊好好收拾他。是。连长，鬼子来了。别着急，靠近点，再炸他口日子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山军，连长，
货车上有敌人，咱们中埋伏了，情报是假的。团长，好像跟情报上说的有些不一样啊。小马老张，哦，到到，我先顶着，你们两个带着团长迅速撤离阵地。连长，要同一起走。服从命令，少废话。连长，我留下。好，连长，那我，我什么我呀？将军，哈哈哈哈哈！有请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刘洪志给我抓回来，抓不回来我毙了你。团长，咋了？这个混蛋大白旗向鬼子投降。大白旗向鬼子投降，快去，跟我来。这啊，连长，老张，抓你们连长是郑团长的意思，你不服就找郑团长。我他妈不管是谁，解开！你干嘛？解开！你别管。团长好，刘洪志带到。团长，你凭什么这么对我老刘？我哪点对不起你了？凭什么？就凭你打白旗向鬼子投降？团长，你不能不问青红皂白啊！这世上哪有这么投降的？扔过手来，让鬼子哭爹喊娘的？你把嘴闭上！我，人家是团长，想咋处置就咋处置，老子不怕死。团长，让刘洪志同志把话说完吧。说什么说？他打白旗，谁没看见？那不是打白旗，那不是投降。算了，我不跟你说了。呵，反正就是一死，你枪毙老子得了。刘洪志，我说一句，你能顶十句啊？呵呵，我问你，你是谁的老子？啊，老子这么说话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今天打白旗的事你怎么解释？我不是打白旗。再说了，那个时候你让我上哪儿找白旗去？这么说你还有理了。团长，你不知道当时情况有多危险，要不是连长灵机一动让我们都装死，
他不怕丑啊，脱下自己的大裤衩骗过小鬼子，那就是你话多得很。刘洪振，你死不认错是不是？嘴硬是不是？啊，我错哪儿了？我错哪儿了？好，洪振宝到，把他送走，关监闭室，让他反省反省，先检查。是。哼，还团长呢，说我嘴硬，你是团长嘴大吗？来吃饭。不吃。你还以为我真给你送饭啊？刚才在外边人多，没法跟你说话。知道我为什么要关你禁闭吗？不知道。哼，说你小子脑袋好使，你好使个屁呀！我呀，是为了创造咱们两个单独谈话的机会。我绝不相信你会投降。团长，你相信我呀？你让长发去押我回来，实际上是掩人耳目，接应我们突围。哼，算你小子脑袋开窍了。来，团长，来坐。你对这次咱们战斗失利怎么看？团长，我觉得咱们潜伏在城里的同志当中出了奸细，鬼子是有备而来的。你想，我们接到的情报明明是敌人运来了四卡车武器弹药还有军用物资，结果一转眼从车上下来的全是敌人，我们差点被鬼子包了饺子。所以我要交给你一个任务啊，进一趟祁阳城，摸清到底谁是奸细，就地处决。另外要在祁阳城里边闹出点动静，让小鬼子也不得安生。是。欢迎欢迎欢迎，天华同志，你看我们这儿条件艰苦，可比不上大城市，让你受苦了。团长见外了，我这是回家了，有什么比回家更让人觉得温暖的？茶吧，到，通知伙房煮碗面条。哎，你来的真及时啊，我们的同志都能打仗，但是对在敌占区摸情报就缺乏经验了。在敌占区摸情报，睡觉都得睁一只眼睛。对。报告。进来。团长，你来的正好，给你介绍一下，钱华同志，这位是我们的战斗英雄刘洪志同志。哦，刘洪志同志，久仰。团长，我什么时候进城？刘洪振，到。祁阳城的情况很复杂，敌人像疯狗一样四处咬人，你们在这种时候进入祁阳城摸情况，就要把可能发生的任何问题考虑清楚，不能贸然行事。明白。团长，你们要进祁阳城？啊，有这个计划。我可不可以有个要求？你说吧。这次跟你们一起进祁阳城，我想给你们有所帮衬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要跟我们一起进祁阳城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团长，祁阳城里的情况我们一概不知，两眼一摸黑。再说了，又是鬼子又是汉奸还有伪军，如果遇到什么紧急情况，我们就得真刀真枪的干。这大小姐，这我可伺候不了。刘洪志同志，我郑重向你声明，我不是什么大小姐，我是革命队伍里的一名同志。哟，同志。嗯。哦，对了，这位同志，你叫什么来着？他是上级派到咱们团的啊，专门配合我们搞敌后工作的啊，他叫钱华。哦，钱华同志，哎呀，这上级的指示英明啊，你也听见了吧？
你是来配合我们工作的，对不对？哎，打扫打扫这个团部的卫生，收发收发情报啊，分析分析敌情啊，是吧？刘洪志同志，革命工作不分男女，我告诉你，女同志打仗一样不让须眉。嗯，我知道我知道。哎，我可是早就听说过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，是不是？再说了，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抛弃女同志啊。你看像那个妇救会主任发动小媳妇大姑娘，又纳鞋底又支援前线，还有啊，打起仗来那还有野战医院里面的卫生员啊护士，那不都是女的吗？但是有一点，你要跟我们一起进祁阳城，不行。好啊，既然这样，那咱们俩比试比试。团长，如果我输了，我甘愿留在家里，但如果我赢了，我一定要和他们一起进祁阳城。刘洪志，走，觉得怎么样？我答应。既然有言在先，就要认输履行诺言。钱华同志和你一同进城，你没有理由不同意吧？报告团长，既然我答应过，那我刘洪志说话算数。但是我也有言在先，这次行动我说了算。哦，呵呵，刘洪志，到。在敌人后方工作，钱华同志有经验，要多向他学习。我说你呀，你就是属鸭子的，肉都烂了嘴还硬着。告诉你啊，你进城以后，首先要和情报站的孙明同志取得联系，要搞清楚他送的那份情报是从什么渠道得到的。那个送假情报的人呢，很有可能就是奸细。祁阳城的鬼子查得很严，没有良民证是不能进去的。这是你的良民证，叫苏文浩，是烟台到祁阳城和黄协军队长黄树堂做军火生意的商人。记住了。我们大日本帝国说话是算数的，你工作的不错，把假情报传给了八路，这些金条是奖励你的，拿回去吧。连长，咱们四个人只有一张良民证，还带着家伙，怎么进城啊？放心吧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办法我早都想好了。先生，您里面请。你们老板呢？老板在里面。先生请坐。您是买还是卖啊？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，先下去。我是本店的掌柜，不知先生有什么生意招呼小店？我叫苏文浩，从烟台来。
想和你们黄队长做笔买卖。啊，好说好说，上茶。过去，走吧。哎，您看看这个啊，哎呦，这灯笼多好！您看看这大的啊，哎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肚子肚子肚子！哎，哪儿有茅厕啊？就在那边，赶紧赶紧，快点快点，我跟你去啊！不用。包子，热乎的包子。什么？丢了？老独眼儿，这么大个事儿，你把它搞砸了，那煮熟的鸭子怎么还能飞了呢？大哥，要不我再带着弟兄们去找找？算了吧，这么大个祁阳城不带海捞针吗？哪儿找去？姐夫，就这么算了。他们远道而来，肯定要找个地方先住下吧。等等吧，我想他们还会来找咱们的。八路已派人潜入祁阳。八路进城了？对。这是预料中的事，只是没有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。太君，八路进城了，那我赶紧通知黄协军，让他们把城门关上，可不能让他们进来呀。哦，他们要来就来好了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我要布下天罗地网，给八路来一个瓮中捉鳖。老板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住店的没有良民证，让宪兵队抓走了。以后在咱们祁阳城啊，没有良民证是寸步难行喽。再想办法。咱们不能这么继续逛下去，太危险了。而且，接头的时间马上就到了。克雷香。去看看，几位客官，里边请，请稍等。苏文浩，苏先生从烟台来啊？对。那这三位呢？这位是我太太，这俩是我伙计。太太好。老婆娘，你快点，我太太都累了。你看，索先生，这可有点为难我了。你只有一张良民证，可是要住这么多的人，不好办呢。太太，咱们还是上别家去看看吧。我就不信，有钱还在这祁阳城里住不到店。走了。别急着走啊，苏先生，记性可真大呀。你看，你没有良民证，现在到了哪儿都住不下的，非常时期嘛。再说，你要住在我这个客来乡，还是能帮你想想办法的。
这个可来乡是全祁阳城最好的客栈，我想太太一定喜欢的。那你什么意思？看怎么说了。怎么说？出点血，我一定帮你办得妥妥帖帖的。不就是钱的事儿吗？早说呀，这不是问题。怪我，怪我。来，一点小意思。哦，行了，帮我安排两间上好的客房。好啊，好啊，好，请请。阿三，哎，好好照顾着。好嘞。这个客栈离日军司令部很近，虽然比较危险，但是相对安全，便于我们工作。嗯，这样，你们两个留下来，我和钱花同志去找孙明同志接头。好，是，走吧。那个几位老总，你们买枣啊？来，请坐。哪儿去？孙明，祁阳城八路情报站负责人。嘿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可以饶你不死。一会儿你和八路接头，只要你咳嗽一声让我们知道，剩下的事儿我们做，明白吗？明白吗？找个地方躲起来吧。是。看见没有？那个杂货铺就是我们的交通站，有监制在。说明情况一切正常。到点了。哎，快追！别过来，屋里有埋伏。哎，干什么？你忘了他刚才说什么？八嘎，谁打死的？宝贝儿今天来贵客了，这回油水可大着了，知道吗？给我保重，听见没有？孙明同志是为了掩护我们才做出这个牺牲的。这说明交通站的同志是好同志，他绝对不可能是奸细。孙明的鲜血不能白流，我们的同志不能白白牺牲，血债要用血来还。哎，我说，昨儿你跑哪儿去了？我怎么没看见你啊？我昨儿也没看见你啊。让开！闪开！我开！快点，快闪开！
给让开，快！让开，住口！怎么回事？走啊！在那儿呢，快追！喂！快！八路捣乱，马上出发！跑哪儿去了？跑哪儿去了？哎，别看了，有点出息行不行？去那边看看。